就是跳舞吧，什么什么暂停？你讲什么？你讲一遍。暂停。我跳舞，我不要紧，你很牛跳舞无？再讲一遍，给你机会。要一样啊。有没什么歌？不是歌。有没什么歌？我听得懂他刚说什么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漂亮。哦、你漂亮。啊。给我干爹。干爹、啊。我叫老，你给我干爹，我怎么叫你？还有一个干爹，干爹是什么意思啊？在座的解释一下，干爹是什么？干爹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那些工商，自动消音。这样了，干爹都不知道，但是别的别当客户，那得好朋友了，我们的新助理哈。哎、哦，好不好吃？哦，什么猎头？哦哦哦哦。哦，我是会吐呢，就是哦呢，啊，对不对？哦哦，跟这样想，叫我他到底吃了，嗯，好，吃，哦，好呢，我讲吃饱了吗？吃饱了吗？啊，你吃饱了吗？啊，吃饱回去啦，哈哈哈哈哈，很可爱，很可爱哈，来来，谢谢谢谢，好，老板感谢我们的新住民啦，好，来高领丁，啊，你不是吧？啊，那是哦，啊，你表达较白啦，啊，今天呢？一样哦，一样的，哦，都一样，这桌全部都一样哦。奶奶，你是来自哪里？啊，宜兰。哪里？印尼的。好，印尼的，我想说云林的，云林的该在地啊。来，印尼的。你是哪里？啊，一样一样啊，一样啊，一样是印尼的啦。啊，你是哪里的？嗯，我现在是要身家调查一下，看我是联合国不？这周都是印尼的。
七天爱改了，留在天湖里坐落，期盼七夕白发哥，三年海岁咋丢我，不得感情埋在山坡。明在爱情是小哥，但叹几岁大领导，但下情会一滴香，才落七天这摆引起共鸣啊！啊，咱同有听到咱婆仔声，啊，这摆看舞台的右手边，真正感动诶！这是你的粉丝吗？啊，我遐大牌。哎，他刚刚走过去就给你献吻嘞！啊，哦，公鸡啦，公鸡！我们今天有邀请到我们的哇芒果公主，好，我们的粉丝团到我们现场了哈！来，感谢感谢，谢谢！我们听一下我们的粉丝团的尖叫声。啊，你们我收到啊哈！乔佑阿未来进前，恁所有的掌声、尖叫声，拢分咱两个公平分啦！感恩，哎，开心哦！那我们前位就是来自我们民视，我们民视的名色影视，他说凡走过一定留下痕迹啦！真的吗？谢谢，你们哦啊，传了弘毅，弘毅再传给我好不好 ？OK 吗？可以吗？弘毅一起上啊！你们弘毅哦，阿伯，你起码去有没传上，要家己主持，家己欣赏。啊！哎呦，你看卖啥？我蔡俊安啦、啊，我代表我华家的啊，中心亲戚们说也多谢。哎呦，感谢感谢，来谢谢我们的粉丝团，谢谢感恩，谢谢哈、哦，来谢谢，来我们的继续读一哈，真的非常动听啊，稍微一个会，也是我们在《陈情八点档》的片头曲，完了萧一峰橄榄足球，然后。好听的歌，一首，个人来唱就可以哈。有心大家有能啦，啊，无啥不行嘞。我大家拢舒舒如意，舒也好起嘞。好，今麦继续来安排继续。大家这首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很好的幸运，叫做小幸运。哎，是呀，哎，小幸运送给大家来，再次掌声欢迎我们的小幸运。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小河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远处呼唤我心里，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的你是生命最后的事情，也许当时冷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任绿色的是谁封你与你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，原来你是我的心，双手借给我的心，原来我把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，它会有多幸运。
咱的流氓咱的清代咱的长春人，还有流氓的，咱的唱咱的所有长春人，一旦股票动算，股票动算，来感谢来谢谢咱的长春人，感谢流，啊个咱的红衣几百块，来做小波比，来拢喜欢欢喜，来个股票动算，最后高票当选，大家谢谢谢谢，加油，谢谢。也许那是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人理所当然的情，是谁共与你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？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打不起那为我对抗世界的指定，那陪我淋在雨，一幕幕都是你，一尘不染的深情与相遇，好幸运，可我也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，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睁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。小确器，啊，送给大家哈。我想要听听，我是应该是满意的哦。啊，大家可以接受得到。来，那边。萧一芬连续我们四首好听的歌曲哈，啊，你要不要感谢我们的名摄影师哇，双击座位哇厉害呢，谢谢谢谢。那翕相哎，庆功要结婚呢？你的最爱是香烟吗？不是，哦、不是啊，他最爱是摄影机。好，这来，这么掌声，谢谢我们的萧一芬，哎，谢谢的掌声，谢谢，辛苦。谢谢哈，来啊，头几段来，萧一芬来带来精彩的，哇，我这马太巧又真的非常非常感动。